我记得三百公斤的话，他那个另外家，这一路啊，这个一斤五啊，他另外家给你了，还是另外买？无啦，加大加到顶了。上一次怎么没有？有啦，老婆也有，金乌家的那个。给你点那个坑一下，那个东西嘛。我靠！刚洗完两天，今嘛办嘞？这两天今嘛办嘞吗？安尼较细粒。这都是安尼。安尼。食好食嘞，你免烦恼，细粒尔。哎，若去卖，无人会买。对啊，细粒，怎个？无人买。今天要买四个大粒，那较白。这正水。然后你煎的还蛮水。两百块。外口一粒高丽菜80块。你问我这帮较俗。对啊，80块，我大概。一粒80块。对啊。算啊，你不是说很现在比较便宜吗？怎么还会80块？80块，我看大肚啊，你卖80块。了，迄个菜市啊，你卖迄个一只80块，但嘛是爱80块诶。你讲俗，无俗嘛，你真话俗。是好吃的，你当做迄个细粒，食甜的，很好。一只哪样惨哦！你80块比较大粒吧？当然较大粒咯。啊，大粒个水啊，当然嘛80块。咱这哪会歹？咱若无钓塘啊，无半只一摆就。啊，这提起来，这嘛人嘛歹滴。我听伊咧讲。不是讲人，讲人要敌人是歹势，给你嫌嘛？啊，代志，真多人爱哦。你当作，我当然嘛爱来讲。我真爱哦，你当作啥物咧？哎，人伊去买菜爱麻烦呐。代志，你甲大了细了都无关的，你高丽菜好吃，大了细了哪有关的？有甲你讲食爱吗？对喂。无较早咪嫌讲做歹食。太夸张了。你太吃了，你吃到烂了，你太吃了。有啊，较早甲我讲，你无好吃。我是过年过了，菜较无好吃。久啊啦，算了2-3年去。要吃，我都无啥好哩。哎，等人来不出租哎。什
不是啊，不是啊，真正啊，食菜啊。不会啊，甲电坑诶，咱无都无去啊。那也无去。这条路都天黑了，我也无啥，我睏下边去啊。